珍惜，西风走容颜多，总是那么看心痛，放不下朕把你们都叫来，让你们都看看，好好看看这个崇祯恩威欺天的大明皇帝是怎么羞辱我大清的。他们把咱们叫做禽兽，可他们自个儿呢，要比禽兽还要残暴。朕喜欢汉臣，重用汉臣，可是那个崇祯呢，他把朕的首席汉臣大清使臣的头给砍下来了。皇上，范先生是臣等的楷模，请皇上为范先生复仇啊。为范先生复仇啊，朕不但要为范先生复仇，朕以后还要更加重用你们。传旨，所有汉臣各升一级，加两年俸禄。臣叩谢皇上。臣叩谢皇上。不要谢朕，谢范先生吧。谢范先生。皇上，崇祯非但没有半点合意，还竟敢斩来使、出诳语、侮辱我大清。是啊，皇阿玛，下旨吧。儿臣保证三天之内攻入北京城。攻入北京城，下旨吧，皇上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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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旨吧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下旨吧，下旨吧，皇上。范先生昨夜写了一封遗书，范先生说如果他死了，就将此信呈交给皇上。皇上如果见到此书，说明臣已经死了。臣既然已经死了，那么活着时不敢说的话现在都可以说了。请圣上斟酌，臣以为皇上万不可此时攻打京城，
以皇上现在的力量拿下一座紫禁城如同探囊取物，但是打下之后皇上坐得住吗？大清准备好了内阁的三院六部吗？准备好了全国20多省的总督巡抚了吗？大清准备好了1600个知县了吗？准备好开科取士收复民心了吗？皇上啊，我方虽然强悍，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人地，大明虽然没落，却有千千万子民，满族文武官员如果不肯说汉语、书汉字、尊文教、拜孔圣，如果不愿弯下腰来与汉臣平等相处，那么皇上即使打下京城，却仍然得不到天下，大清反而会像一把盐掉进汪洋大海，顷刻间被汉人们融化掉。臣斗胆建议皇上班师回朝，做好治理天下的准备之后再来取天下。臣斗胆建议列位皇爷今后不必骂汉臣为奴才，皇爷可以砍掉汉臣的头，但不能打汉臣的耳光。范先生，你的建议朕全部采纳，明日就班师回朝。回去之后朕着手建立三院六部，满汉各设一名尚书，立刻效仿汉礼开科取士，为满汉各族培养督抚知县。范先生，如果你听到朕的说话，那就请闭上眼睛吧。范先生，我儿滚，五体投地，向你谢罪了。范先生，豪哥曾经无知打过你一个耳光，豪哥如今打还耳光给你，向你谢罪呀、范先生。传旨，班师受命，一个炮弹也不留，全部射进紫禁城。飞镇尚书杀贼啊！皇上，杀贼！皇上，外面危险呢，让开，要不朕砍了你！皇上，您不用出去，您在这儿坐镇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让开！哎呀，杀贼！杀贼啊！杀贼啊！清军开炮啦！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攻城，他们是在瞎放炮吗？是啊，皇上。他们为何要瞎放炮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扰乱人心吗？内地援军到了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袁崇焕何在？正在星夜驰援京城呢。空话，都3天了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袁崇焕纵敌入关，食物军机，究竟是何居心？皇上，老奴猜想那袁总督定有退兵之策。是啊，朕如此信任袁崇焕，给他兵，给他饷，给他恩典，可他是如何报答朕的？他们正在……皇上，小心！皇上，北上啊，过了山坡就是京城了。报，大帅，清兵已经开始攻城了。
援军速速下山集结，半个时辰后列队冲杀。快快快跟上，快跟上。开炮！皇上，以臣之判断，清军要开始攻城了。快，随军迎敌！皇上，请留步，让臣率领军士们前去迎敌。皇上，万万去不得呀！让开，不然朕还要砍你！皇上，砍吧，就是砍死老奴，老奴也不让皇上去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懂啊？朕是天子。得站到城楼上，让军民人等都瞧见朕与京城同在啊。可是外面太危险了，皇上。皇上，请准许臣执天子剑上城，传与军民奋勇杀敌。皇上，准了洪大人的奏吧。是啊，皇上，您就准了，您就准了吧。对吧？皇上，清军攻城了吗？没有，禀皇上，城外传来消息，袁崇焕的大军已经到了，先锋吴三桂奇袭了清军的后路，清军已经大乱了。是吗？还有西直门奏报，各地的援军数万，离京城已经近在咫尺了。苍天有眼的，要不来都不来，要来全来了，皇上。总算是到了，朕瞧瞧去。
这小子好像是个将军。我不是将军，我是太监，太监是没有用的。太监。皇上，臣弟愿率5000精兵前去参战，保证两个时辰之内消灭袁崇焕。大营内里的援军已经到了，传旨下去，班师收兵。这，班师回京。启奏皇上，天津秦王之师32000已杀到京郊了。皇上，启奏皇上，济南开封两镇督军率本部兵马抵达京城。皇上，启奏皇上，清军不敌我军多路攻势，正在狼狈逃窜，我军各路都在追杀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上天哪，列祖列宗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朕把皇太极打败了，朕把皇太极打败了呀，朕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呀，大明天下无敌呀。皇上天威浩荡，皇上光照四海，鼎鼎日月河山呐。皇朝今后定能如日中天，振兴有望呐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列位爱卿，这次京城保卫战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危险的一次，也是朕第一次御驾亲征，而且是皇太极失败最惨痛的一次。是啊，大家看，皇上第一次亲临阵战就赢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，而且是皇太极遭受了一次从来没有的失败。圣君在上，这乃乾坤之幸，社稷之福啊！今日之事应该传载青史，刻于石碑，流传千古。列位爱卿，你们都会与朕一起青史留名啊！臣等生在崇祯年间，真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幸福啊！是啊，幸福，幸福，幸福！天子圣君，连秦皇汉武都不能及啊。圣君啊，圣君啊，圣君啊。传旨，朕大赦天下，犒赏有功之士，凡守城官兵均给驾3日，午门下大摆庆功宴，朕要与军民人等同庆胜利。臣等谢恩。皇上，战事还没有结束，清兵还没有走远，臣以为京城的设防千万不可大意啊。朕巴不得皇太极再回来，好让朕一剑把他剁成两半。
一来，纵怀大志，要让大明千秋万代繁荣昌盛，要让百姓你们天天过上好日子。千金难买啊。前些日子皇上曾有过恩旨，凡上城住房的青壮每人15两银子，另外呢，京城的百姓免去3年的赋税。臣想老百姓盼着这笔银子呢，请皇上早日将300万两赏银拨出啊。什么？不是200万两吗？臣仔细检验过了，上城住房的青壮一共是238000余人，准备的数字应该是338万余两啊。你们又不是没看见，此役主要是朕坐镇午门，身先士卒，乾坤独断。皇太极呢，一战即溃，百姓们只上城吆喝了几天，战事就结束了。皇上，赏百姓根本不必花那么多银子，朝廷要用银子的事情还很多，朕要重整军备，银子要花在更重要的地方。皇上，君无戏言呐。朕何时有戏言？朕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犒赏百姓，请皇上旨意。这几年来，京城百姓共拖欠朝廷的税银400万两，朕决定将这笔税银全部免了，不就等于赏了百姓400万两吗？他们比该得到的还多了几十万两。皇上圣断，可是臣有些担心呐。你担心什么？老百姓的目光很短浅，只认得手中的银子，好去换些柴米油盐。臣担心他们拿不到银子，下一次清军兵临城下，他们还会上城住房吗？放肆！臣失言，臣失言。爱卿们呐，朕还要和后妃们聚聚，这次他们也辛苦了，啊。你们慢用，慢用。我怎么跟百姓们说呀？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就不说。我本想趁着皇上高兴把赏银要下来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哎。杨大人早该看出来，皇上得此大胜之后，天子之气更盛，龙威更足啊。你我更得小心伺候才是啊。末将拜见大帅。哎呀，三桂啊，此役你功劳不小，本部堂要给你请大功。哎，这都是大帅指挥有方啊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坏事。哦，好。三桂啊，坐下说。嗯。眼下京城之围已解，各地援军也到了。听说皇上今晚大摆庆功宴席，此刻该是火树银花不夜天，龙颜大悦呀。皇上摆庆功宴没请您吗？没有旨意。大帅，
这次我军虽斩敌数百，但弟兄们也伤亡了百十人呢。你放心，我会在奏折上写明，吴三桂奋勇作战，杀敌三千，缴获兵器无数。谢大帅。不必了，你的功劳就是本部堂的功劳。三桂啊，嗯，你告诉我，以你之见，这皇太极是被咱们打退的，还是主动撤退的？回禀大帅，这次跟清兵交战，我觉得清军一直是略占优势，但是他们好像不想恋战，而是且战且走。嗯，果然如此啊。可他为什么要主动撤退？可能是我们内地的援军到了，他怕被我们合围啊。是，可又不像。大帅，监军太监鲁四战死了。什么？你亲眼见到了？不，是我的部下看到了。那尸体呢？没找到。嘿，这个鲁四是王琛的心腹，是监军太监。若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这叫我如何向王承恩交代？末将失职。更何况，这次战役虽然大胜，但兵不驰援来迟，皇上定然不悦呀。圣旨到！辽东总督袁崇焕及前屯卫总兵吴三桂接旨。臣在。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辽东总督袁崇焕及前屯卫总兵吴三桂于明卤时进宫赴宴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喝一杯啊！哎呀，好久啊，好久！五号，你瞧啊，五皇不是喝水了？你呀，比你爸爸还能喝呢。没有，今天朕喝有点多了。皇上，这么些年来，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处过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今天呀，臣妾实在是太高兴了。这也高兴啊！父皇和母后，今晚你们俩可真像一对夫妻了。哎，别瞎说，我们俩本来就是一对夫妻嘛。是啊，是啊。是虽然是，可一点都不像。哎，如何不像？父皇君临天下，母后坐镇宫中，两个人整天板着个脸，连女儿看都怕呢。从今以后啊，朕既要当个好皇上，还要当个好父亲。还有，还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朕呢，你的丈夫啊。来来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再喝一盅。好，来来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青山袖。泪湿青山袖。这给朕唱首曲子，以助喜庆啊。奴婢唱一曲昭君出塞。哎，这朕已经听了，再换一首曲子吧。那么嫦娥奔月呢？哎，朕不想听那些陈腐的东西，换一首新鲜的。请皇上试下。什么东西新鲜？朕想听点好玩的，有趣的，比如就像你当年在怡香院里唱的什么曲子，就这样的，朕要听个新鲜的。皇上，
您累了，咱们还是回去歇歇吧。哎，皇上，不累，朕想听点好玩的、有趣的。皇上，皇上也是人嘛，朕要放松放松，朕要听新鲜曲子。陈圆圆，圆圆姐，我也要听你唱好玩有趣的，就像你当年在怡香院唱的。对对对，皇上，陈圆圆哪会什么好玩的呀？那谁会唱？老奴都会那么一点点儿。你？要不老奴和陈圆圆一块儿唱上一段，以博皇上皇后一笑。好，快上快上快上！来来来来，把这个放这儿。公公，咱们现在就给皇上和娘娘唱上一段，逗个乐吧，是不是？我们俩只能现编，我把词儿跟他叨咕叨咕。唱吧，皇上今儿特别高兴，咱们俩唱一唱，让皇上高兴高兴。可是，这些怎么背呀？好办，咱这些是胡编的，别太荤，也别太素，让皇上和娘娘都高兴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那咱们就这么唱啊。好。好。那好了。我们祖孙俩现在就给各位看官唱上一段啊，有钱的呢捧个钱场，没钱的呢捧个人场。唱完之后您觉得好呢，您就赏几两银子，各位看官听了。圆圆是个姑婆婆，公公是个油麻花又麻花，多可爱，好笑啊笑啊，满肚子苦水往外冒冒啊。油麻花使劲儿拧啊嘎拧啊，把自个儿拧成十八碗，那十八碗哪、香又脆，摆了一桌。圆圆是个苦果果，公公是个油麻花。好好待着，走，走。
你是谁啊？在下是原总督的密使刘安，奉总督命来求见多尔衮亲王。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禀大人，以前的密使宋光义不幸战死了，原总督改换我来。哦，袁崇焕他还好吗？袁总督甚好，他令小的向亲王道谢。哼哼，谢？我记得皇上在围京城的时候故意围而不打，等袁崇焕兵到以后才佯作败退，给足了袁崇焕面子。袁崇焕准备怎么谢我们皇上啊？袁总督请亲王代做大清皇上，他一定设法让崇祯皇帝承认大清朝，双方停战媾和，互通有无，把宁远以北的所有土地割让给大清皇帝。啊，有什么凭证吗？小的带来了袁总督的密信。那好，跟我去见皇上。是。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吴三桂战死了，他被清军砍得乱七八糟。皇上，你再见不着他了。看我平常喜笑颜开的，可这心里头啊，是在流泪呢。你看看那个陈圆圆，那个小妖精，你看他那蛮腰，他那媚眼儿，皇上看着他的眼睛啊。
我们呢，自由自在的飞呀，飞到灯中，那多自由啊，那多好啊！走。